他那个什么虾。它也是也没的。哦。等一下。哦。我都没拍了。哎，叉烧啊，点麻酱来。叉烧啊。啊，哪里了？来，叉烧。香港剧场团做30多年了，三十多年了，34年了，这边是吉邦啊。啊，这边吉邦。吉邦马来西亚。啊，6年。啊，6年了，这边6年了。我做的是毕业，八达岭。哦，八达岭。啊，也做过。快半全罢了。哦。快半，一块50仙。快半。啊，现在卖9块。哦，9块。现在9块了。从快半买到9块了，啊？是啊。没有，现在卖9块。9块啊？以前就比较便宜啦。便宜啊，快半啊。现在差不多30。哦，这样啊。啊，这个你的。啊，这个我的。啊。他那个虾跟那个叉烧啊。啊。OK 啊。OK。很少能卖了啊，很少能卖了哦。我们那边不一样的，我们掺那个花生跟这个虾米。啊。现在做什么？啊？叉烧跟虾。这个是什么啊，老板？这个是辣椒，虾米辣椒。哦，虾米辣椒了，那个是什么酱啊？那个是好的导游了。哦，好的导游哦。啊，这样哦。OK， 谢谢哦。OK， 谢谢。啊，上完，美一下哦。OK。哇，对对对，剧场版啊，一定啊。在香港的剧场版。剧场版。香港点心。我在香港点心哦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茶粉啊。
下里有冰，下里有冰，下里有冰。